全球最大型的灯光音乐汇演，展现香港精神和活力。我们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个穿梭维港两岸，充满动感的旅程，欣赏这个亚洲国际都会明亮缤纷、多姿多彩的一面。我们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参与这项大型灯光音乐汇演的建筑物，从东到西分别是。 启德邮轮码头，海湾轩海景酒店，仙人机中心，香港体育馆，中环广场，香港会议展览中心，海景家族酒店，和和中心。 中心，香港演艺学院，美国万通大厦，尖沙咀中心，中信大厦，金钟罩政府合署，美国银行中心，中银大厦，丽景酒店。 K11，友邦金融中心，中国建设银行大厦，长江集团中心，弥敦道26号，汇丰总行大厦，香港大会堂，渣打银行大厦，怡和大厦，交易广场第一座，交易广场第二座。 香港半岛酒店、朗豪坊、国际金融中心二期、国际金融中心一期、北京道一号、香港文化中心、海港城港威大厦、星光行、海港城海运大厦、环球贸易广场以及中环中心。
色的万彩永香江，再见。多谢黎林欣赏由旅游事务处制作的万彩永香江，下次再见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A Symphony of Lights, produced by the Tourism Commission. See you next time.